是吗？昨天是不是你跟我爷爷说什么了？问你呢。别装蒜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家店叫什么？陈记甜品店。我是这家店的主人，我花点钱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就是和你这个没有关系的人没一点关系。可现在这个账归我管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说啊，这位客官，要不要我提醒你啊，啊，你现在是帮人家打杂的。哎，就你现在这样还敢跟我们小伟哥抗？嗯，啊，行，说白了，让你管我们家的账本，我还信不过你呢。搞不好你先监守自盗，偷了我们家钱什么的。像你这种来路不明的人，谁知道会不会是个什么杀人犯啊、通缉犯啊什么的？就是。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没事，坐累了。哎，你往哪儿啊？你个外乡人还敢这么抓他？你服不服？行了，咱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算不上是英雄好汉。这样吧，反正我不服你，你也不服我，咱俩单挑怎么样？你往哪儿跑啊？别走，我告诉你，反正你是惹了我们哥几个了，今天我非揍你不可了。 我看他是怕。这样吧，跪下给哥几个一人倒杯茶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就算了啊。来来保重身体。你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听说你被解雇了。对啊。是因为我吗？对啊。你还想怎么样？那真是对不起啊。什么是对不起啊？我们回家了，龙龙。这儿的负责人吗？是啊。我想加入可以吗？对，你想报名？对啊。好啊，来，我给你报。哎，那怎么样，小伙子？游泳水平怎么样？中上。啊，就一两个人没问题。啊，那太好了。像你们这样的小伙子，就得有点精神是吧？有点这个献身和奉献精神，啊。你管吃管住吗？
你不是这儿？不管吃不管住，那我就不参加了。我身上只有5块钱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帮你解决。我叫王小兵，25岁，身高1.8米，体重70公斤。王小兵，二十。曾经练过跳高，当然还有游泳。汉族，属虎。属什么？属虎。哦。来点辣椒吧。哎，来了来了。来了吗？你先聊吧，来点醋。放那么多辣椒啊？啊，这辣椒不错。哎，一碗够不够？再给你来一碗吧。够了。嗯。二小子。嗯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说你呢。怎么着？找着工作了又？啊？哎，我说小伙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敢问这位猛男兄是何方神圣啊？哎呀，小伟。不是那个，哎，好像是那个部队退伍下来的，还是个上校哦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在组织什么海滩护卫队的光杆上校。啊，我是小伟。哎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我们哥几个都是游泳高手，浪里白条，可是呢，我们是不会参加护卫队的。年纪轻轻的，你们不找点事干，天天闲着有意思。哎，我们觉得这样挺好啊，总比你老人家千方百计的去伺候人才好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敬礼，上校同志，再见了，拜拜，你慢慢吃啊，小心。你怎么惹着他们？他们有病。不过你也不用怕了，你要越怕他越欺负你。那我也不能欺负一病人。嗯，带来一堆苍蝇。今后都不用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不干了。是因为小伟吧？对。没事啊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别放心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以后就这样了？先这样吧，反正海滩也快开放了，到时候游客多了，生意不就好了吗？我倒没什么，就是龙龙